机器人都会摊煎饼了。24小时卷饼机器人，先选个口味，4.99元，支付完就可以等着了。新刷锅，倒面糊糊，感觉稀稀拉拉的。摊的真圆，又抢了我一份工。这是放油呢吗？哎，鸡蛋。谢继续刮，然后这就是刮鸡蛋，把鸡蛋给刮匀了。撒芝麻，这鸡蛋壳掉了，撒点芝麻。看着还挺有食欲的，它怎么翻个呀？还运鸡蛋，这干嘛？哦，这是给它翻个的呀，先把底下那个给铲分离了。哎，机器人还挺聪明的，撒酱。怎么还是稀稀拉拉的？撒的有点稀了。大棒子又来了。这干嘛再翻个？我再把它省得底下那个粘锅了。把饼拖走，开始撒葱。葱，来个小条果子，我觉得看着挺好，有点期待啊！掉个头，准备装盒。这块装盒，我就从这底下拿出来。哦，这里头还加肉肠呢。尝尝味道吧。啊，是。你说我个大肉肠，不难吃，不太好吃。这果子有点皮，蛮鲜甜的。抖音。